不像我呀，20岁的年纪长得像10岁的你，怎么的呀？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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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不死？嗑药已经没用了。真能偷懒儿，那小恶魔就给我换个电音。抽个萃取呀，不出萃取，我从来不出那玩意儿，我觉得我配不上那件装备。等个升二啊，应该就能死。先吃个药，起飞喽！抖抖抖抖抖抖抖，这蜘蛛。回家吧。嗯，再见，诸位，起飞喽！吃个药，你确定要跟我打吗？起飞喽！我把狗头人杀了。狗头人上当了，蜘蛛没打红，快点过去。恐惧了吗？他打不过你，你给打吧。卡萨丁也死了，嗯，可以。有没有跳弹？我们直接跳弹下来，把这狗头人再杀他一波。没有跳弹，可恶！直接上线摁波浪键，起飞了！抖点烟，抖抖起飞了，抖抖。再起飞了，顺便清兵。我扛着10000个兵跟他打。好了，回家了，下边再打吧。其实我不想下边再打，我想现在就干他，但我又害怕我打不过他。虽然他没什么虚区，但是他有小兵。
这边下路无敌了，没用的厄斐琉斯，厄斐琉斯在我面前只是一个弟弟。我们比较怕卡萨丁，只要卡萨丁变无敌就没事，直接跳弹下来把狗头人杀了。狗头人是有闪现的，起飞了，抖抖抖抖，起飞了，抖抖抖抖抖抖，我就懒得用大招了。直接断他线，咱也不放E了啊，这波等着狗头人出来直接把狗头人杀了。起飞了，抖抖抖，起飞了。为什么会有点炎这种东西啊？啊，为什么会有点炎这种东西啊？真的是，狗头人带的居然是点炎，我都没想到。养猪了，我才250的赏金。我杀了五个人，俺们才250块钱赏金，真是的了。狗头人生了，卡萨丁别起飞呀，能行了不？狗头人怎么不见了呢？起飞了，抖抖抖抖，起飞了，抖抖抖抖抖抖。把这塔给他拔了。居然有闪现！哎呀，我没技能了，要不然我打死那个卡萨丁，往我脸上飞。卡萨丁是不是又来了？我感觉他没走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感觉这卡萨丁没走啊，这个蓝 buff 我要了。卡萨丁不出来咱不打了啊。好，他出来了，那还行。先把上路推了，推完以后去中路找卡萨丁。
他好像要来找我来了，怎么来了？好烦啊！干嘛呀？他这啥意思啊？他太狂了！哎，我太狂了，卡萨丁！这咋的呀，狗头人啊！我的天哪，狗头人！小心蜘蛛啊！那蜘蛛可能在那打峡谷先锋呢。直接来个影魔刀！来什么影魔刀？直接来个水银，还往里边走啊，还往里边走。我们先去把这狗头人杀了，其他的就先无所谓。哎！哎！我的水银飞的位置哈有点问题。最终还是死了吧。我就打一万个信号都没有用，就是不听。不拆了，回家了。我们去下路打小龙。只会打不着骑手，对呀、啊，那波比不打不着骑脸，玩什么波比？玩什么波比？我去带下路吧。不得，看来这蜘蛛可以小尝试杀一手。起飞，老豆，豆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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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没打过他，可恶！我的水银稍微解的慢了一点，薛飞是有点老年人了。呀，美甲窃魂卷啊！啊，美甲窃魂卷，差五十块钱呢。哎，卡萨丁起来，我们可完了，我们可打不过卡萨丁啊！别跟他打了，别送了，别死了啊，兄弟！你走吧，他秒你啊！你还往右边靠，那一会儿死了怎么办啊？你往后点，你进塔里边会死啊！你不能往塔后里边走吗？
也行吧，他帮我勾引了一声，还行。等一会儿啊，三秒有打法呢，有扣。再见。咦，好扣、哦。我怕那飞轮海给我秒了呢。来，嗨，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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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高地直接没了，让我们一顿拆吧。哎呦，那卡萨丁跑上去杀人去了，他不好好的守家，他跑上去杀人，你说。先把跳弹打了，过来把卡萨丁拿下。死！哎呦，这都没死掉。我一打二，万一没打过就坏了，算了。哎，他就找着蓝魔，我发现了，这蓝魔就老送我，他总去找那卡萨丁去，一整就去找卡萨丁，一整就去找卡萨丁，跟我们走，行不行？你往哪走啊？你能走到哪里去？你往里进，我不敢进，那卡萨丁给我秒了。下路推，小龙，我先把下路推了。先让他双杀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这蒙眼漂亮啊，几个人这波，四个人吧，嗷嗷嗷嗷，再见，小龙打了，找我的人有点多，害追呀、啊，害追呀、啊！啊，害追！我直接过墙。再见！真能追呀、啊！我天，一直从下路追到上路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是真能追呀、啊！小龙都不要就追。我差80块钱无尽，你让我撤退，我都没让你撤退。这里头有人儿，点起飞了。哎，大龙可以。大龙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
你走吧，你让被那大龙屠死。卡萨丁给下了，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这红 buff 我们要了。走啦，压了。他打人打你杀你就一秒，你还敢追他？我是这卡萨丁，我把你杀完我就跑，你还追他？对不起，我杀你也一秒。下路推影魔刀不要，目前他还没有到让我出影魔刀的地步。那里头有眼儿，这里头也有眼儿。先把狗头人杀了，再杀卡萨丁啊！起飞了，起飞了，兜吹不开了，起飞了。开基地啦！不打了，我说停停。左边死！哎呀，超级兵！这狗头，狗头人。不赢了，不拆了，拆不动了，再拆我硬拆我要死，下边咱再说。我先把青雨儿除了。卡萨丁出沙漏，别让他十六级啊，这是卡萨丁，千万别让他十六级。这个玩意儿，美甲窃魂卷如果十六级了，可能会翻盘。这里头有没有卡萨丁？给我看看。别让他蹲我，他蹲我能秒我。小心点啊，都小心点。没有金属，怕什么卡萨丁？什么金属？那金属不给卡萨丁送人头的吗？这是 AP 狗头人，是 AP 狗头人，拆下也可以。我中路拆不下来，其实可以试试拆下。我杀卡萨丁，
气飞了，好意，但是没意到，算了吧。